就在此刻此地走向，那是遐想还是过往？睁开双眼无法分辨，奔跑在路的那一边，是否了解？就是在拂晓中的怀念与停歇。他们说不该相见，他们说就此离别，他们说没有明天，只剩黑夜。跨越冰冷终点线，再开启梦想起点，即使危险也将一往如期冲锋向前，终将面就披上战甲，踏上未知前方，挥起手中握紧的那束光，有你们在路上是力量，这束光隐藏在心中正发烫，终会在黎明绽放，荣耀破晓再唱，闪展露我锋芒。听说了没有啊？那个君莫笑居然跟拾荒者毁刃不倦是一伙的，简直是荣耀的败类啊！真的假的？之前不是还在传君莫笑是叶秋吗？大师会干拾荒那么 low 的勾当？哎呀，千真万确，没见三大公会都花钱悬赏了啊？哇，出手真阔绰，一次就奖励那么多。哎呀呀，这样算下来差不多有500块了，那我们必须为民除害啊。什么打击拾荒啊，他们这是借题发挥，好让你没法继续练级。还挺大手笔的，一次就500块呢。哎，千金伞升50级需要材料，真想赚这笔钱啊。你想个鬼啊，500块一次，15次消掉1级，1级就是2500块，满级号有70级经验可杀，那就是17万5。没错，我只要将装备转移到别的散人号上，君莫笑就是个价值175000的空号，哎，就是可惜网上没有散人号卖。你认真的啊？哎，对了，还有斩楼兰那边的呢，我们一起被悬赏的，5个乙号而已，赚这笔钱也不亏啊。喂，你不是吧？各大工会的联合声明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，我们哥几个一人才值100块，加起来才顶你一个，真郁闷。别郁闷了，我倒是有个发财的主意，你有没有兴趣？我拿5个号换你手里那5个乙号，钱到手了咱们分红。啊？换啥呀？你要你就拿去，这点钱我不放在眼里。太客气了。太没有下限了。可悬赏说要杀成了才兑现，你想赚这笔钱，一个人反复杀图5个号。太假了吧，所以才需要合作者呀，找工作室不就解决了吗？有个老朋友没准能帮上忙。老板在吗？你们的悬赏任务还算数吗？啊，我是来领奖金的。嘿，有困难先别忙，小强工作室来帮忙。最专业最优惠，小强工作室值得你信赖。小强工作室为您在线攀忧解难，荣耀的事只有你想不到，这都什么呀，只有我们做不到。啊，3个小时，你们工作室录的视频怎么这么长啊？毕竟杀了104次。多少？104次啊。哎，我录的还挺清楚的。哎，这是另一个112次。还有啊，一共10个录像文件，总共刚好1500次。哎，我们还是继续努力。1500次？那就是总共150000。你是走央卡还是扫码呀？5个人一周被杀掉60级，
明目张胆的作弊。可是，也找不到作假的证据啊！哼，五个一展天下的野号，当我看不出是一展在搞事？这事怕没那么简单。那十五万，给他，悬赏先撤掉吧。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。大神，你可把我们害苦了。俱乐部工会都知道那五个野号是我们一展天下的，你赚了十五万，我却被阴阳怪气鄙视了一通。哼，你告诉他们是我干的不就行了？啊？哎，反正他们已经一口咬定是我了，我也懒得解释，就这么着吧。哦，钱到了。行，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，两个号的收益归你，剩下的钱帮我换成清单里的材料，交给我吧。什么玩意儿，大哥，这也太烂了吧！看了个十团的菜，太菜了！孙翔打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走了走了，不看了，气死了！您不转播家世的比赛，真是英明，放人一条生路啊！怎么？啊，家世又输了呗！不可思议，家世主场1-9大败雷霆，队长孙翔今天相当不在状态啊。不客气点说呢，家世的团队赛表现简直是一场灾难。请问雷霆的萧时钦队长如何评价家世今晚的表现？对手苏慕城的发挥一直较为稳定，至于其他选手。或许有什么特殊原因。周泽楷成功1-3，为轮回拿下擂台赛的两分。目前比分2-3，轮回反超家世。继大比分惨败雷霆之后，家世的守关大将孙翔再度失利。如果团队赛再输，家世的积分排名又要下降一位。是的。而且轮回这个赛季的表现还是相当强势的，积分已经有赶超蓝宇的势头，家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呀。那么，让我们恭喜轮回拿下本场比赛。曾在联盟初期创造3连冠王朝的豪门战队家世，如今居然到了濒临出局的地步，什么鬼啊！令人不禁想问，家世到底怎么了？要是这样下去，难道会出局吗？我不知道。欢迎光临。请问叶秋在吗？嗯。秋，嗯，有找你的，貌似跟你很熟。见过的呀，他是家世的老板嘛。嗯，那你们好好聊。最近怎么样？好得很。嗯，我看也是。现在就住在这里吗？嗯。和刚才那样的美女一起，不怕母城不高兴啊？我说，你今天应该不是来叙旧的吧？回来吧。回哪儿？回家室。出息，想听就出来。你们那样
费尽心思赶走叶修，现在还好意思找他回去。然后呢？回家是做什么？教练。哦，我当教练？这不会是你计划中的一步吧？站在场边我可没兴趣，我更喜欢站在比赛场上。教练只是暂时的，等一年，立刻就可以复出。我当然会立刻复出，无论在哪儿，都一定会复出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我都很清楚，现在的职业联盟早已经不像过去了。豪门的成功推广着联盟出色的明星，产生最大的影响力，这些才是联盟发展最最需要的。虽然战术与配合的确能决定胜负，但明星才能带动票房。你那些高端的战术，有几个观众能真正看懂？你那些复杂的配合，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技术含量？没有。玩家最喜欢看到什么？是擂台赛一挑三，是团队赛一人力挽狂澜，这才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东西，这才是他们最希望看到并视为奇观的东西。周泽楷为什么现在被称为荣耀第一人？只是因为他帅吗？不，更重要的是他技术够炫，在玩家眼中华丽就意味着难度，就意味着高水准。你或许又会说这很肤浅，但大家喜欢看到的恰恰就是肤浅。你觉得龙抬头没什么用，可粉丝都把它当作你无可替代的招牌技，只有叶秋能使出龙抬头。当你不再用的时，大家就会以为你水平下降，当你在全明星赛场上打出来时，瞬间就能引爆全场热情。这些我不相信你看不到。你说的很对，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不过是胜负而已。你以为你现在还能赢回那些已经过去的荣耀？我在尝试。你办不到。你这么肯定啊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拭目以待。哼，在这之前还是先让你的家世不要出局的好。哼，家世就算出局，也有能力在一年后立刻重返联盟。我们着眼于将来，不会受缚于过去。阻挡我们未来的绊脚石，只会被毫不留情的踢开。这点上你的确做得很好。哼，告辞。不错，联盟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。我知道，但我年纪大了，已经懒得再往前走。你本来可以拥有一个完美的终点。我的终点完不完美，由我自己决定。看在多年的情分上，我可以最后再答应你一件事。哦，哪怕你想要一叶知秋转会，那会很贵。只要你出价，我绝不为难。神级角色转会一直有市无价呀，一叶知秋少说得2000万。那好，我要沐雨成风。只要叶秋不肯接广告，就算家世有2连冠在手，对投资方来说也是一文不值吗？如果能再签一个更有商业价值的新人的话。陶哥。啊。哟，小木城今天过来玩啊？嗯，我来看季后赛啊，
当然是来现场看最好啦。哦，这么说你也懂荣耀了？不只是懂，他的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。玩的什么职业？枪炮师。枪炮师？嗯，就是沐雨成风。漂亮！家是新秀沐雨成风在关键时刻的支援队长叶知秋拿下了本场胜利，恭喜家是诞生组的最佳组合。好，我说话算话。谢谢。我真没想到，你选择的是沐雨成风，而不是一叶知秋。我有我的选择。那你自己保重。嗯，再见。叶秋，你们曾经是好朋友吧？你们只管好好练，剩下的放心交给陶哥，啊！放心，只是把一楼盘出去，以后赎回来就行了。借荣耀这一年在总决赛的冠军诞生了，是家世。嗯。哎，你去哪儿？继续练级啊。你来不来？当然。快跑！什么？我们的上线点被人埋伏了。还不清楚，但是一上线就遇到埋伏，肯定是先有准备，故意针对我们的。不过这些人实力一般，只有指挥者非常难缠，每次都能非常准确地卡我后路。呀，连你都觉得难缠，怎么也得是职业水准了吧？如果能找到指挥者，解决掉他。哎，那一眨眼就不见了，剩下的人根本不算什么。跑哪儿去了？我去那边看看。都别乱动啊！哼，他来了。这几个人都不太像。啊，你是说这八个人里都没有那个指挥者？嗯。也许这个人只擅长指挥布阵，实战水平不怎么样呢？也有可能。哎呀，他们又来了，真难缠。哎，我能复活了，等等，我马上就到啊。嗯。还能飞？这什么武器啊？往哪儿跑？老魏，看不到天空，那就低着头看脚下的路。哦哦，
可是我们都很清楚，不想埋葬心里那个梦，并不是为下次气氛观众。I know you have been with me。再次连接所有频道的电流，想起那天你说的等候，指尖还能弹出绚烂的节奏，在数字世界完美的演奏。I'm ready for big show， 全球旋律全新的你我有，热血能坚持到最后，点燃着内心的烟火，照亮黑暗中的软弱。嘲笑吧，嘲笑吧，都是前进的燃料。记住你我的脉搏 ，Running on our glory road， 面对他新的战术，眼神坚定了脚步。The scenery we're missing will be waiting for us at the end。 一帆别大意，这家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脑中不存在下线这种概念，抓紧时间打倒他，越快越好。哎，年轻人啊，叶秋，你有种和老子单挑啊！好好，你站住啊，我来和你单挑。时隔几年后，杀他个回马枪，还他一个惊喜，是不是很带感？我的少年们，颤抖吧！本大爷要回来了。俱乐部工会居然真金白银的悬赏你，杀一次500块呢？500块一次，好想赚这笔钱啊！我开马甲去的话，不知道算不算？你不是吧？重返联盟的第一桶金啊！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可以赚到。当年想在游戏里边捞点钱，可没这么容易。杀马甲的话，估计是赚不到，还得有分身。我看看淘宝上有没有散人号码，有的话，鞠墨校就送给他们去杀好了。哎，真的没有啊，没有散人们，散人号没有，忍者号还是有的。毁人不倦送他们杀，一个号也能赚17万多呢，对不对？那个拾荒的和你很熟吗？这钱赚了他也不会分给你吧？哎呦！上次好像没加那家伙的好友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联系到。对了，斩楼兰那边的5个号应该能用，5个野号而已，赚这笔钱也不亏啊。是个狠人。好，5个野号要到，小楼是个后头，我想给他分成，人家都不肯要。人家是土豪，还能稀罕这点钱不成？一斩的野号杀一次100块，5个人组成一队一起杀，也500，杀5次掉1级，70级全杀秃了，就是17万5。如果带着牧师府复活，还可以利益翻倍，就是35万。这还是在神之领域。如果假装跑回普通区继续杀，翻一倍就是70万。但一鼓作气直接杀到废的话，有点假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还是应该找工作室。牧师复活就先是给人家留点面子。哎，白手起家就是这么不容易。你是被电竞事业耽误的商业鬼才吗？